讲话、啊。你要想说已经连讲话都懒得讲，是不是？我们欢迎。你连名字都不想讲，好扯哦！是不是这么扯？不是，你知道，又是前阵子我一直叫成阿比，阿比吗？阿比有人这样叫错过吗？很长啊，差不多。那为什么他要念作 A B 呢？你有学过英文吗？没有。那这个有点难跟你解释。A A R 不是阿比吗？后面有没有别的母音啊？这个有点难跟你解释。好，先欢迎我们学长来陪大家打电动玩具。上面这个是你的。简介设计的还是人家帮你打的？人家打的，不一定都是哈鲁打的。真的，你每次打起来都有莫名其妙的尴尬，你这样看起来都有点怪怪的。还行，胜率比较少、欸，之前都打分段的，真的打少一点，这样子已经还可以了，这样就极限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更多了。好，我们 A B 来陪大家打电动玩具。我现在在知道这个事情，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嘛？就是你的本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还是你大家都不是写出来吗？刚刚已经就是公诸于世。我想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么应该公诸于世的，可是然后被哈鲁打出来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吗？可是观众都知道吧？已经知道了，大部分都知道了，就是你自己有在讲的。对啊，因为如果他们有发了我自己的个人实况，对，我实况都会分享一些事情啊，就大家有时候还蛮爱听的。哎，那你今天大家又需要你分享一下了，就是、要分享一下，你应该也听过很多这方面的、啊、急诊室内的嘛？我倒是还好，哦对、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做急诊，哦、要不是做急诊室，对对对对。哎，看过可怕的病患，就是要分享一下什么不是这么印象深刻回忆的经历嘛？对啊，印象深刻。其实有哎、欸，就是一直都很多啊。其实我在急诊工作应该三四年有了，嗯，那三四年就什么人都有。就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人很自私的一面，也可以看到人很光辉的一面啊，所以真的很常遇到，就是其实身体也没什么大病，但他就坚持要、哦、这个天天有，这个天天有，这个天天有。我跟你讲，那种最不怎么样的，他们都叫最大声、嗯、哦，他就说他快痛死了，然后就痛到一半，然后你看他，你没在看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安静，然后如果你不小心跟他对到眼神，他就好痛。哇，每个都戏精哎，真的很久。每个都广岛急诊室戏精，会戏啊，会演哦、啊。每个都超级戏精。他、啊、那种戏精通常是怎样？大部分就是吃坏肚子、小病。对啊，落晒啊，巴多迪啊、哦、那种的。最我觉得最有趣是有一种，就是急诊室男女朋友。哈，嗯，就是那种有些女生啊，像年轻女性，有时候肚子痛来到医院，然后我们就会啊，比如说医生觉得她需要打点滴，就会帮她打点滴，在那边躺着。哦，然后在打点滴的时候，你手接我，嗯，他就比如说帮他打点滴，说他下针哦，他就嗯，男朋友在旁边的时候就很痛很可怜这样子，然后一直哭一直哭，嗯，然后当男朋友比如去上厕所离开他旁边，他就拿手机开始，哇，哎呦凶啊！小姐，那个点滴回血了，哦，然后我要看他的手的时候，他就这样，哎，小力一点，然后男朋友来的时候又啊。很痛，急诊室男女朋友原来有这种的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大概年龄层分布在，很常看到，分布在就大概18到20年轻的，很多都是就是年轻女生啊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会有女孩子会做这种事情？就是会有人多，就还是要努力在男友面前装的自己比较柔弱一点，也是有道理啊，至少他也愿意装。对，然后我出现之后，他马上要说：“小姐，点滴，哪里？哪一个点滴？点哪里？对，哪里欠插？然后自己也要打点滴，可以理解了。对，这种很多，是不是？真生命有不同看法吗？生命的不同看法，只是这样讲下来，就有一种众人死好像也没差的心情。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？会觉得可能跟同当时在，因为我们实习大概从大一大二就开始实习、嗯，那会觉得跟同年龄层的同学，比如说不同科系的人，会觉得想法比较不一样。哦，因为我们在大家在18、19岁应该是玩得最开心的时候，嗯，玩最疯的时候。可是我们是要面对拼命的实习跟面对病人、啊。对，我们要面对病人。哎、欸，你可能今天照顾他，他可能一个礼拜后、啊，真的很有可能，而且几率也很大。哦，你们是实习是分配到那一种，还是你选择的？实习是你每一科科都要去，比如说大内科、大外科。哦。然后急诊的话，通常是选修。或妇产科、小儿科这样，那、嗯、你有印象，就是你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很严重那种病人，然后或者是血啊之类的，这个我觉得当时的有，
反应是怎样？我觉得我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有趣，但是我觉得我怕你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恐怖。但是，哎、欸，你说我什么？就是你都听过了，突然这么兴奋，再来个几件我也无感。哦、来 ，Go。就是那时候是我上班第一年，嗯，那时候因为很菜，什么东西都不会，连东西在哪都不是很清楚。那时候是我上线第一天，那天我还记得是快下班前3:30左右。就忽然我们会有广播系统嘛，比如说要送一个比较重症的 case 来，就会广播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要送一个，比如说到院前死亡的，或者是少一只手、少一只脚之类的那种重症会广播。然后后来我就听到有一个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送一个断腿的来，断腿的来。然后我那时候听不懂，很紧张，我就什么想说什么是断腿，什么是断腿，然后很紧张。结果119送进来，就真的是一个断腿的阿伯，阿伯他真的没有腿，然后被包起来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我就问那个119的先生，就是救护员，我就说他的腿呢，他的腿呢，然后他的另一个救护员就说拿他的腿捧进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然后他就拿给我，我就说你不要拿给我，你不要拿给我，放床底下，放床底下，然后他就说放床底下，好好好，先放床底下，没有，因为他要保存好，那如果对对，有机会接回去。对对对对，啊，那时候是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是第一次上线，哦，第一次看到这个，对，然后他一直要把腿拿给我，然后我说不要放床底下。那你现在呢？如果有人要把腿拿给你，不行，你还是放床底下，还是不行，对，就把它放床底下。可是这个伯之后愈后是好的啦，之后我去看一下病例，他是 OK 的，就是把腿接回去啊。他的腿到底有没有接回去？但我不确定，但是我确定伯是后来是康复的出院，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哎，少了一只腿啊，想起来是蛮可惜。听起来没有很好笑啊。所以骑车要小心，这很可怕。那个北北是骑车撞断的，他是载瓦斯桶的阿北，跟他速。哦，那应该没办法。对，那他就骑，然后跟货车擦撞，可不知道怎么断的，可以断的很平整的，就是飞出去。很平整，那应该是很直接。哎，感觉你看的时候就是都直接就是有血，就没有都没有包起来这样子。已经包好了，因为那个渗血啊，就是会渗。但是119他们就是很专业，他们会把他的腿包好。就是不要再一直渗血，或者是接触到外面的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可以理解。所以其实急诊应该是车祸的病患最多吧？很多啊，很多，还有那种就是笑脸啊，喏，很爱陪家，喏，然后来身上都是那个擦伤，这样擦一片，对，就是这样擦一片，然后擦一片，对对对，他们不会很严重，但是他们的伤口要清洁，所以就会开始撸，然后他就会挨嘛，对，就会挨，然后就一直啊。那你对于这种挨是感有什么特别的心境吗？加油，忍耐哦，快好咯，快好咯，还是意思一试，还是要安抚一下，就是心灵上的照顾。那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好吵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吵啊！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没有，就是还是会希望他不要那么痛。希望他不要这么痛，哇，你们也是蛮会包装自己的话，是吧？啊。谢谢大家，各位笑脸啊，想必在各位在荧幕前面看的，应该是比较不会去陪车了，以后就比较不敢骑车，对，不要陪车。你如果尬一尬，真的怎样？希望你也不要挨啦，真的很吵。哦，要不挨也是蛮难的啦，真的，我也不是没听过啦。以前有一段时间常跑医院啊，然后这急诊室就很近啊，你平时在那边挨呀，不知道挨成脚。你也来断一条腿，你就知道会不会挨了。没有啊，那手看起来也没有断啊，就是擦伤啊。擦伤是真的很痛，但是就是好不痛了，不痛。不是那么严重，但是会痛，就是。对，是真的很痛。不然怎么办？那个就是要清洁啊，就真的很痛啊。对，没错。好啦，大家不要去陪家啦，可怜。少陪家。那既然自己身为就是做急诊的，为什么会开始开实况？其实我开实况开很久，只是没有以前开实况没有特别去宣传、你是在工作前还是学生时代？学生时代就我开了。学生那时候是玩英雄联盟。因为那时候也只有英雄联盟可以玩。不是哦，那时候比较夯是英雄联盟。对，就是那个整个草或者是地板很丑的那个年代。那个草是就是 Minecraft 的一格一格的那个时候，从那个年代开始开的啊。对啊，就为什么会接触到？这也是蛮。那时候是啊，这样讲感觉就很长青哎，那时候是2012年那个时候啦，2012就对，那个时候那个英雄联盟世界冠军那时候 S2 的时候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那时候有在看实况，然后就觉得哎，那时候本来是跟我哥我弟一起玩，然后玩，然后有人就说哎，你要不要开实况？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实况。但就是自己乱弄乱弄，然后之后实况出来，哎，结果观众觉得蛮好笑、蛮好玩的，就觉得互动蛮有趣的，就一直开下来，就一直开下来了。那你有升级过自己的配备？有，当时最一开始没有
注意到配备这件事情就直接开，可是那个时候配备还 OK， 所以没那问题。是后来才发现，比如说开始要玩一些单机大作的时候，那个萤幕是跑不动的，就开始框就母汤了，所以就会慢慢升级。那你那么早期开，那个时候应该没有 OBS 吧？你也是用别的 X 开头，那是什么 ？X 吗 ？X 算那个时候比较算。普遍 对，而且是该那时候比较冷，我们那个时候土炮的比较尴尬。F N E 啊，对啊，说 L Z 应该也经历过 F M E 那个年代，白痴，我比你早，对，所以就有种，对，所以你比我早，长青起来，可是 F M E 有。但是以前就是 F N E， 然后后来有 X P 啊，然后后来他又出了个什么企业版，然后付费，然后后来才 O B S 啊。对对对，你们有用过 F N E 吗？听说完全没听过，因为那个年代并没有什么软体可以直接录，就是把你的画面，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脑画面打出去。那个时候唯一方法是先用一个程式，它是负责打讯号的，然后再用一个软体，它可以把桌面伪装成一个。那个视讯，就是视讯镜头，然后把它伪装成视讯镜头，都打进去那一个程式，然后再用那个程式打出来，就会变成好像是我们用电脑在玩游戏一样。好复杂哦。所以那时候硬体要超高档，就是你要顶得住这两个讯号。所以因为那个软体的关系，所以硬体要高档一点。对对 对，才会失败。所以后来换 XP 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之后是因为要付费的关系，你们才换。对，我们又在换，然后那时候刚好 OBS 也出来，所以就现在大家广为人知。对，就是 OBS， 这算是实况三进化，没错。而且还有中文，真好，真的，而且还长更新，对，还有长更新，而且还出了一个 Studio， 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那实况组就是你怎么加入 FW 的？是他们来问我，问我说，有没有兴趣就是加入他们的大家庭这样子。那一开始我原本犹豫很久，因为我本身有正职，那我很怕时间会冲突。对，其实现在一直都很冲突，可是就是因为两边都是我很喜欢的工作，急诊给我带来很大的成就，然后实况是一直是我的兴趣。那我就是在讨论之后说，我在不放弃正职的状况下，你们愿意 OK 的话，那折中，对，就是折中。比如说我放假的时候就是在南谷，没有放假就是在医院，这感觉还蛮困难的，因为急诊的工作平时就很累啦。就对，因为我相信每个工作都非常累，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再加上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会再更大一 些，精神上，对对对，比如说面对家属、面对病人、面对医生什么东西的。但几年下来调试的还 OK 啦，反而在实况这个圈子。我还蛮想要用心经营的，就是新的挑战，没错，值得挑战的人，值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，值得挑战。突然想到去年的那个红毯一次，他说跟你同车，我们是同车，对，我那个时候就一直想说，不对啊，我看我们的 schedule 上面写的是学长跟我们一起，你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，你想说学长是男的？不是，看你的样子的话，我就有印象，就是觉得啊，应该是长这个样子。可是那个时候就在车上，我就想说哪一个才是？旁边是我朋友，那时候跟你同车，我也很紧张。你跟 Sandy 嘛？对对对。然后就一直很紧张，哇，跟大中天本人，跟大中天本人。我想说，哇，那你跟学长本人这样子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学长？大家都不讲话，他坐在后面，所以在上没有介绍，都没有做介绍，就没有。我们在车上还蛮安静的，我跟 Sandy 聊天，然后你跟你朋友聊天。对对对，他跟 Sandy 在大聊那个。就是实况一些东西，你还记得？对，我还记得，我永远记得，我一直很安静的在听。我在聊说，哇，退局。对。我在聊这方面的。在聊，那我就很紧张，很紧张。真的都还在紧张，紧张到快吐了。你都不会想关心说，这个车的是谁？然后你跟他说，我那时候因为他们有给上面，然后说我知道他要给名单，你跟谁同？然后我就在想说，不对啊，学长不是应该长得像学长？你不是长得像学长？结果是连打招呼都没有。我就看了一下照片，看了一下名字，想说对啊，我们还玩过 Overwatch， 应该没有问题。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想说，哇，到底哪一个才是？突然认那天妆很浓啊，因为大家那一天都装扮的，对，而且又特地打扮，真的要看出是谁啊，真的不容易。Sandy 下来的时候，我想说是谁？还有这么夸张？真的有这么夸张？我那天在现场就是这样心情。好，那刚过生日，什么时候？刚过，昨天，前天4月29。那你办了一个 party 什么的吗？对，公司帮我办在高雄的义达。高雄？对，那个游乐园。对，超热，我的天！可是还蛮用心的，还蛮用心。做了些什么？就是跟观众一起玩游戏。
然后还有一些拍照啊活动跟吃饭、嗯，主要还是玩游戏为主，玩那个 VR 啊 ，VR， 天哪、啊，那个 VR 超恐怖哎、欸！你们有去玩过义大那个 VR 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从来没去过义大，真的该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这要出外景啊？欸、是不是是外景义大包车了。好，就 OK， 特别 DCR 安排，对，出钱 ，Go， 我要看多少？我开车，开车，你开你开车，我都不去了，你开车，我快吓死了，开面包车是不是？ Okay, 我没有玩过，它是怎样的？它有一个叫白色巨塔，你们应该都有听过 Outlast 吧？嗯 ，Outlast 的那个情境，哦，进去玩欸，那个画面欸。你说戴眼镜是那个画面超恐怖，所以他是坐那个体感的椅子，然后戴 VR。没有，你是站着。他的画面是，就是你有队友，我觉得他很不错，是他有队友。那还好。那你他会有一个主要操控者，然后旁边的人是队友，会在旁边坐着，然后会帮助你解谜。哦。然后他就是身临其境到他，比如说有一颗头掉下来还是什么的，你必须去拿。哦。你去拿，你以为是就是里面这样子捧起来就好吗？没有，它是真的一颗头，你是真的要去拿。哦、我知道的，就是工作人员会去过去帮你放东西。对，那个是好恐怖的、啊，真的有个东西。不是急诊都看那么多了，你怕这个游戏？急诊都没有接过，急诊没有看过头吧？大哥啊，急诊都连腿都没见，你看人家拿头也是很夸张的，太厉害了吧？这里的人都是这边。就是破掉啊，肠子跑出来，然后还会动。我看到这场不会动啊，哦，有点可怕，超恐怖。好了，有机会好不好？真的，是时候了，请你开车。对，也差不多快倒了，我看是时候做最终计划。对对对，我们最后一集就搞这个，放完就没了。所以是这一听哦，我刚刚想说公司，我想说医院还帮忙办这个，还没有闪电狼，好啦，闪电狼是闪电狼，还有你死定了，我现在讲的是狼骨，狼骨，狼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，然后输的要带嫩，赢的有东西吃。嫩，对，我要吃东西。就这样设计。那我们有目前为止的字卡，看一下战绩表。对，就是这个，看战绩表。这是目前为止的战绩，胜就是我们赢他，是吗？没有胜是没有胜就是我赢他，白痴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输了，上面写胜就代表我们输了，代表我们赢，是吗？对对对。什么？所以到底是谁？是啊，就是 baby 六六赢我们三个。哦，这样理解理解。小草是一个平手，两个输。啊 ，Toby 是一胜一败，有一个因为来不及了，我们就玩别的。然后上个礼拜是 Yolo， 他赢了我们两个人。嗯，对，就这样。目前算是这个设定，所以这样看下来，应该可以知道我们里面比较容易赢的就是，还胜比较多的不是比较强的吗？是，讲得真好。所以那我们就这样就来开始了。进游戏，我们第一款游戏是学长自己选的，自己选的。嗯 ，Game Beast 吗？你选 Game Beast， 好，没有错。那你就我们要挑战谁？你可以选一个挑战谁？那你要想，这既然是你最强的项目，你就挑战你觉得最弱的那一个。不是，这既然你不会拿王牌去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？就是那个两马对中马的那个故事。两马对中马，就是要分上中下马。那你如果你要怎么赢呢？你用上马对上那个他对方的中马，然后你用大马对上他对方的，反正就是上中下你排的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好的啦，好的啦，是让你决定嘛。好，我跟叶子打打看。好，那还是要打叶子。真的吗？对，出发吧。这游戏我很强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可以还有机会换人吗？我是 Gambit 小公主，这里面的吗？这里面唯一会玩 Gambit 的大概就是。完蛋，我超不会玩这个的。好，那你还选？想说很好玩啊，好，就玩吧。可是我觉得游戏要四个人一起玩比较好玩，比较吵，四个人比较吵，比较混战。不如我跟 LD 加入都专攻叶子，嘿嘿，没有错，不行，按中间 A 吧，开始有吗？有哪一颗 A？ 不是不是那一颗，不是中间那 A 这个吧？这个先关掉 A， 哎，有了，我有了，可以选个造型，选好是红色那一个，没错，我要阿里固。Sonic Boom， 我是阿里古，我要棒骨。Sonic Boom， 按 A 就可以了。好，选关卡。Win， 然后打八场是不是？没有问题。打几场？太多了吗？打五场吧。好，五场，那就这样哦。好。Start。啊 ，Stay， 这个要选什么？这是场地吗 ？Subway， 有 random 吧？有 random 吗？
哦，有有。哎，乱错乱错，按摩的按错，按摩对。这个，为什么？这个对，然后选五，好上上 ，start。那水王要练习一下吗？应该不用，可以直接上。好，直上。可是我没有用过这个手把，啊，你比较会用键盘的。对，哦，操控后面两个是拳，然后这两个 A 是跳 ，Y 是抓。不然你不习惯，我们可以换键盘给你一下。可以换键盘给你。怎么样？你先试试看啊。我先试试看。试试看，不行，我们就换键盘。Y 是抓是吗？公平起见，对。抓其实应该站住了，然后 Y 是把手举起来。哦，手举起来。啊 ，B 是头锤。你说哪一个是抓？按住 Y， 按住拳头，按住拳头。这款好难哦。是 R1，R1。会。我们这节目开到现在，我还是不会玩这款游戏。我已经算比较理解一点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协调。哎，主是不是死掉了？我总是可以，总是可以打倒，然后就没办法把人家掉出去。我发现头锤。哎，我一直软软的，我是软软的。不不不不，哎。软软的，软软的，抓住。哎，你一直把我软软的，不行不行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哇，一阵痛扁。会。哎呦。哎，又软软的，我是在讲。糟了糟了！不要抓我的毛发。去。不要抓我的下去。他知道他知道。差一点差一点，小心小心。啊，梯子都掀掉了，太气了吧！咦，我真的软下去了吗？好，抓紧你，把你丢下去。拿进去。哎呦呦呦呦！又倒了，我倒了，想丢啊！下去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险！逆转逆转了吗？逆转了逆转了！我又转下去啊啊！抓住你，抓住你的头发！这个垂死挣扎，阿力姑的头发很好抓。哎呦！下去下去下去！没有没有没有！又倒又倒了。下去不行不行！哦！上来上来上来！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一直用头锤要顶他？有有有有！气死我了！气死！哇！耶！是是是是，还想说会打，结果好，会打结果要世界赛，世界赛，世界赛，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世界我们打五个灯的，还久，还有机会。你有觉得想要换键盘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。OK OK， 顶尖对决。哦，这个快，这一关很快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好准备哦！这样一开始就想要跳楼是哟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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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爬不上去？你对旁边有点急。可以。哎呦哎呦，他知道了。哎呦！哇，这样移形换位，他靠走位换过你。可以，哎呦，起来起来，我会我会。这个移形换位。会。哎呦，好凶！我直接丢出去。糟了糟了，还上得来吗？糟糕糟糕，手要手要没力。糟糕糟糕，乳酸开始堆积了。喂，我来倾斜，倾斜飞船。你还可以倾斜飞船，好强哦！耶！他这边玩这个最强的，选麦卡贝应该是只有你会玩。选错人了，这游戏到底有谁在练啊？哎，这个如果你打卤蛋说明会输。真的，我说你会输。太浮夸了吧？哦，擂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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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直接的出场就输了。来过。好嘞，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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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是一个抖，一个跳跃。哦，为什么你都可以把我揍成软软的？我试试看。你看，软软的，我觉得头锤最强。哦哦哦，有有开软开软。哎，软软软。哇，你被撞倒了，头锤。不要抓。去去去去去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喂，自己跳出去好不好？不不不不不。哎，头锤。头锤。把头晃起来！哎呦，又输了！出去！哇，想用挤的！哎呦，来来来来！晃晃！有有又倒又倒！下去下去！连续头锤攻击！下去下去！起来起来起来！下去下去！哇，不饶人哎，不饶人！你不要从这个缝缝挤进去！哎呦哎呦，室友！先逃！会！我操！好凶哦！下去下去！哇靠！一直抽你头锤，你真的超凶！你真的不给机会，不给机会！谁啊谁啊？不要抓我的机关！哎呦呦呦！哇！负责上点啊，自己下去啊！我再站起来，我又站起来了。左血软软的时候，一直连打 A 会比较快起来。哎哎，不不不！有有有！跳跳跳，一直按跳就会快速。快点打倒叶子一次！哎呀！哎呦，我靠！我的天，真的不要跳！可以可以，我自己玩是觉得头锤狙，然后把它丢出去，这样最快。我之前玩的时候，根本我都觉得每次半秒我就丢不出去啊，很奇怪。你要赶快用手黏住，然后把手举起来。这个其实有一点点要训练一下这样。
这至少要练个15分钟。我这关难，这关这关超难的，我是先走好了。会飞会飞。这个这一关等练自爆。闪远一点。真的。想骗我过去，对不对？何金银背对他，真的。这样他第一回合就不敢靠过来了。我们天空见。来来来，天空见。耶吼！自由落体，慢慢的飘过去，哎，真的。哎，想开搞了，二学长开开搞，二学长把他挤出去，空中投拳，二学长掉出去，呀！你回应了，回应了，你比较晚摔下去，等一下，我去困到那个，靠地形能力拿下一个，有，来，货柜的，哦，货柜，货柜，这里也很快，货柜可以等自爆，对，真的，这不可以等自爆，看谁先沉不住气。小心啊！我们9:18啦，节目时间有限。扭一下，扭一下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连跳过去都有问题。真的，我觉得小心一点。会动吗？会，还会晃。可以，我跳过来了。娃娃，你怎么主动？我主动，不对，太主动了。我做好了，我做好了。直接被你这样，如果晕了就再见了。没事。三连锤。直接扣了100滴啊！拜拜，阿姐。哎呦，越来越倾斜，越来越倾斜了。斜一波。大家都往高速去。哎，小心小心！我过去。不行，我要勇者。自爆啊！没有，不会。会躲进去吗？你要躲进那个箱扣柜里面吗？你进得去吗？我扭一下。扭一下。哇，这种看骨尖对着你。超凶的。超挑衅的。自爆！哎呦，叶子已经接正常哦，小心啊！最后抢尾灯了，真的不把你放在眼里，好凶啊！来了，会不会是最终掉香肠的？哦，你看名字就知道，哇，好专业哦！你现在私底下都在练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这是他的王牌。这一关我没打过哎，哦，他是站久会有那个哎香肠，真的有香肠，等一下，我给这个提示点。哇！我给这个提示点。香肠啊！我才刚讲说，这个地形的可能叶子有问题。看，牛逼！直接把它压下去，是，不给机会。收尾。来，那火车的吧。对。哎呦，火车可能叶子的一面就高一点。是吗？抓一波。哦，完了，马上被划一波，马上软到地上，下去，不，跳回来，厉害，头锤，让我头锤一波，哦，又倒了，下去，不可能，哦，又跳回来，太神了，完了，你以为我真的会下去吗？没有，让我起来，拜托，救我，借一只手，救我，我举手，你拉我一下，车子要来了。完了！这到底要怎么上去？不，你要被带去下一站了，没办法上去了。把手举起来，按住 Y， 把手放在空中甩，然后贴在那个黄黄的地方，按住两颗手，给他把它抓上去。对，我借你我的脚脚，好，我的脚，把它拖下来你就赢了。抓住他脚。不怕，加油！怎么办？手完全举不起来。Breaking， 把 Y 按住 ，Y 按住 ，Y 按住了。再见了，再见了。上去下一站了，拜拜。谢谢大家。可惜。哇，选错人了。真的选错人了，竟然是我们麦卡贝最会打的。我们麦卡贝唯一会打这个游戏的，我真的就是他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对你还有机会，你只要赢，连续赢我跟 LD 就有了。对，下一个游戏是一样1到5号，我们上个礼拜。对。然后观众来投票吧，聊天室看要玩什么。真的，这个我建议你选 LD， 他真的比较好赢。这个是什么？我都没玩过，我看看。就看一下，不一定。观众会在聊天室打数字。敢不敢比钢弹？还要再加，打到十点。那我们两杆，那再等下个礼拜啊，下个礼拜，真的，这我们就可以弄美高到 box 了。刷起来！2、3、1、1、4、3，目前三两个。三四感觉 LD 赢的赢面比较大。3、3、4。三多了点。三，我看到这么 nipple 了，是吗？
三蛮多的，三面汤。三是干嘛的、啊？哇，那是什么呢？打棒球的那个？不是吗？不要再放大棒球了，不要噔噔，看到也想吐。哦，已经 BGM 都在我脑子里开始想起来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日本马拉松。哦，日本马拉松。哦，马拉松。这个要怎么比？这是新游戏吗？啊，这有什么比？它最后还是有分，我记得还是有。这什么？这我们都没玩过的吧？有吧？这个我们在礼拜三玩过，就是、no. 这个没玩过吧？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起来很奇怪。没有啦，没玩过这个啦。好萌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萌哦、喔，这角色。为什么就女角特别好看，然后其他都很像找其他的漫画？就是痴汉大叔了。对，还有大叔穿那个水手服、欸，哎，我要选那个。好嗨。丑麦拉那伊，那我要选萌萌哒。丑麦拉那伊，萌萌哒。Versus mode， versus mode。哦。Single race 还是怎样 ？Single race 应该就够了。哦，这个是跑全，这个是跑单这个地图，然后这是跑一半，然后这是跑全部嘛、嗯。不然你们先跑一半，感受一下怎么玩啊？先跑单程的。好啊，没问题。这角色好强哦！怎么角色跟里面的那个图二 D 图差好多、哦？现在没有正妹怎么变这样子啊？好丑哦！真的有、啊、有水手服、啊，我要这个。那我要当一条龙。哦，欸，是狗，他叫 Zenbai， 跟你好像 Zenbai 啊，叫 Zenbai，Zenbai。好了 ，Ready，Ready。Course Select， Course Select， 选哪一个？那个就只有一个吧，其他的没开。哎、欸，有，选这个好了。狗狗 ，I love Joe， I love Joe。好，操作该怎么操作呢？就只是跑而已啊。跑吗？拿东西可以使用，但是你。飞还在上面。哦，やりました。谁呀 ？3、2、1 ，Begin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在跳。那个东西可以吃，这个可以使用。框架哪一颗？我们吃到花豆那一颗。拜拜拜拜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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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谁？要一马当先哦。不要跌倒啊！不是跌倒哎、欸！地震来路易。有地震了！地震！嗨！这样落后，所以谢谢。哦，这么短呢、啊？好短啊！我会了。一段好，我会了。小娇，阿吉妹，可以。娇，不要！你在干嘛？还有扣血，还有毒气耶！No. 神秘枪！看，我可以！哎呦，已经走好走，我已经死了吗？哎呦，对你这一局死了，好、哦、站起来，贝贝，小心！哎呦，先掰！走，跳！跳啊！你怎么一直跌倒啊，贝？可以可以耶！跳是哪一颗 ？A。好了，加油！跳阿基美，接过，哎呦，干巴嘞哟，哎呦，阿北很顺哦，阿北顺，对哦，很快哦，人拜前进，我怎么一直被撞到？可恶！哎，小心，我知道他店家很凶，哎呦 ，Party start， 你搞完没？好恐怖哦，强迫推销，真的，耶。右下还要转弯哦！干，怎么这样？走什么？哎，我撞到空气墙啊！救命啊！狗，你干嘛？空气墙，你死去了！哎呦！加油！烧！哎呦，烧啊！哎呦，呜，赢了！烧，想吃！哇，跌倒了！我还在！哎呦，超级地震！不是，画面直接切掉，没了！哇，好嘲讽，看上还赢！真的。一击，从一开始的不算了，一开始就直接跑我前面是怎样？那个道具，没知道。哎，小心啊！
哇，阿北摔倒了，阿北真的不堪跌倒，阿北好险啊！可惜。狗狗一领当先呢、欸，真的，干他怎么还不死啊？他这里可以过，还有滑的，还有滑的，还有滑的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玩？这里好难哦、喔！小心小心！哎呦，这块块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超费，超费！哇哇，他直接用滑的！我靠！我靠！这样也能赢？重来重来啊！重赛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结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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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哇哇哇！这个不应该放在这超难上。可是这里，这里超难哎、欸！是不是？这个竞技能力很糟糕。哇，章鱼烧也好想吃哦。结果，哦，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今天哪里？开门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傻毒气！你被电，被电了，被电吓到哎！哎、欸，狗啊狗啊，好高！跑掉了，跑掉了，没了。还忽然唱出一个傻西尼是怎样？哇，超级绿人的好强啊！他好强啊！哎，你给他 star。呜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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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呦！店家都很凶哎。真的，而且视角好差。对啊。这游戏是不是？这游戏是不是坏掉了？应该是坏掉。车哦，车哦，车哦，车哦！好多柴犬，它跑得比我快。狗在追你，狗在追你，狗在追你。屁啦！你被西瓜砸到，都是他的，他每一发都打在脸上哎。耶！他在当我是巴西的，好扯哦！爬起来一直被扔。不是，到最后是那个电脑会获胜，真的。加油加油！我们合作一下，我们合作一下，好好好靠边靠边。会会会！狗狗不要追我，狗狗。是有是有。哇，你拿一个王牌是怎样？他干嘛他干嘛？跳跃。吃道具有用。直接放了一个屁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阿北的膝盖母汤，哎呀，阿北飞到上面去了，阿北，阿北，抽空了，抽空了，被拦车，这个感觉，图片在，Melo， 是 Kuni， Yes， 西瓜炸弹又来了。全部砸在后面，直接砸在他脸上。他全部砸到后面，那个一起来就是从头到尾都被扔到。你只要站在后面就被砸爆。不是，这终点到底在哪里？怎么跑哎？终点在哪里？我不是只是试跑而已吗？跳，这有个香蕉。我看只能这个决定最终比分的。选错游戏了，失败。这样子，我们下一次下一次开始，然后看谁先输了，好不好？太快了，最终比分。我们平手，哎、欸，我多二十五分，还没算，哎、欸，我多二十五分，还没，哎呦哎呦，我赢了，耶、yeah! yeah! ，学长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觉得这有点 RNG 啊，算了，就算学长赢了，好，可惜可惜，啊，最高分是蓝色的，对，真的他四百一十一，他超猛，他草都说跑到最后，他吃一堆东西又一直撞人，好，这个最后一个游戏就你跟卤蛋打，对，我玩大家都没玩过的游戏。现在一比一。Made with Unity， 我们要用 controller。不行。这个是什么呢 ？Dumbass Wizards。Local。这是什么巫师游戏 ？Select Game Mode。白痴巫师。这跟 Magic 好像。左边哪个 Wizard Rumble？ 哪一个 ？Chaos。这个。Play。Need Magic。More one player。按 start 有蓝色的是学长，我们可以哇，我换造型，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那我要当 Uni， 哇，这个身体啊、哦，这是虎掌，全身都可以克制，对啊，好像也还好、欸。所以学长是蓝的吗？对，我是蓝的。好，还、哎、有身上的那个，那我要当，那我要当星星点雕纹呢？我要。我要平凡小巫师哦，宿舍啊，我要这个。Start， ready， ready。你头上那是葡萄吗？ Ready， ready， 我按了。好，
啊，就是要选你们的 spell， 就是你们的法术，你们现在有十个，刚好哦，不能超过这个。那我要怎么按？我要怎么选择我要的？那就是选这个。你就按 A 选，按 A 选。按呢？其实大家都搞不太懂自己的能力是什么。对，真的。好，然后按现在 stop。好了。然后现在就是你刚选的那个、哦、三颗火球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按，我就乱按，就是三颗火球。然后你就记得你的走势这样子。可以，我三颗火球。好，站上。是吧 ？OK。用你们左边蘑菇头去移动跟瞄准，然后按对应的键去放技能，就这样。哇！碰碰车啊！好猛，撞他撞他，赢了吗？耶、yeah. ！哦，没有哦，出边就会扣血。出边会扣血啊！你怎么去接火球？他这个火球打到是，哇，好强哦！你不是啊？这个好笑。好，好，把它撞出去。哎，哦，传送门。哎，结果我自己传出去是怎样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撞他，撞他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知道有传送门了。哦，懂了。哎呀，被打出去了，回不来了。死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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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走回来，应该可以穿。先扣到死了，可以可以、哦。然后我们再选，好，差不多了。哦、那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们来选怎么玩吧。鸡鸡，哎、欸，狗哥，狗哥，它、哦、按的会掉到左边的、啊。用雨伞，好的。它、啊、用这个看起来像陨石的。八，我还是可以放一个二的，这样吧。哪里有十啊？我怎么没看到有十？是不是还可以数字吗？哦，那个是我的吧？那我要雨伞。没有选完了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数字都选完了。OK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就直接来这一把了。这一把，好，这把直接来。两个法术，他四个法术，可以啦。可以哦。不，没有。哎哎哎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好强哦，这个我是有雨伞防护的。放击！放击！对啊，对方击比较猛。哎呦！放击！干什么？放击！放击！哎，开车，看看击！哎，刺激！打击打力！干什么？哎呦，火球怎么伤害比车子还高啊？对啊，火球好猛哦！车子把人家撞开了。可是我觉得车子好，哎呀！对啊，我觉得车子好难把人撞出去哦。糟了糟了，哎，不妙！干什么？是啊。哎，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！回旋！哎，到到你要扣死，哎，被扣死，没错，那。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游戏，我可能看懂这个游戏是干嘛。可是蛮好玩的。嗯，普通四个人可能会蛮嗨的吧，四个人大家都很轰这样子。好了，结束了，需要没东西吃了，可惜。哎，今天的游戏都普普通通，可惜。对，这一款普通，然后那个马拉松也不知道跑什么意思。不是马拉松的画面一直跑歪，是蛮好笑的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赢，就是四个喝酒的人随便玩的小游戏而已，实际上。嗯。那本来比赛不是这么事。好好，那就LD 输了嘛。哦，你刚刚没有带。那是不是想装死啊？真的，你要嫩一回合。那徐阳磊，徐阳要带吗？嫩。你可以带到广告了。给你带一下，看看帅不帅。帅。意外的，这个做的算蛮精致的。意外的，上次你破坏了一个真的，我上次不小心把一个撕破了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进五分钟广告。下班回来会再玩一下这个桌游，上次介绍的一款，然后叶子要被抓交替了，嗨。